送错我兄弟的家不好，任何人一个啊，查风避祸所在都无，我实在足坚持。讲实在，这人坐伫个这么大个厅，真正有淡薄小，有淡薄稀微，也毋过足爽。我总算做到够，我总算替家己报仇，总算替蔡家出一口气啊！即马这所有一切拢是我的，拢是我蔡有德的啊！爸，你今晚在做啥？你搞我啥？你要把公妈请去倒位啦？爸，我跟你讲过啊，今麦这所有物件拢是我的，是恁后生的。你就安心啊，住伫个家，公妈菜伫个家是名正言顺的。名正言顺是你跟你讲的啦，我看起来你是跟人偷来、抢来、骗来、跟人傲慢来，我住着良心不安啦。你若真正感觉良心不安哦，安尼麻烦你详细想看卖。当初老天丁，伊是安怎甲咱糟蹋？伊是安怎甲咱带到这面的？我无爱甲你在帮你加了亏来讲遐话，无你敢闪啦？我无可能让你走啦！爸，我用心计较拼这一切，拢是要乎你的呢。我无爱滴下你无？你，看有点，你真正是笨手呢，竟然敢甲阮大个大婶来赶出去！手放开！你安尼亲门头来管我的家内事，请问你贵姓？你也不是姓蔡，也不是姓刘，你是咧管啥？是咧管啥话啦？蔡弟！哎呦！阿弟啊，蔡咪啊，蔡，你都没休困的哦？无你的代志啦。阿小根蔡弟吧，你即马有心哦，当了太极是变安怎？建文，哎、欸，你是不是知阿伯甲彩萱的消息？甲你无关系啦。我叫你入去，你无听的哦。有对，根本也是知影阿伯甲彩萱在倒位，安尼咱就去甲带转来啊。无可能啦，因爸仔囝哦，即马甲我无任何地带啦。你甲听看卖，你甲听看卖哩。蔡有对，你是不是人啊？就算讲哦，我是精神啦，我嘛绝对无可能哦，让因爸仔囝搁踏入这间厝一脚步啦。蔡有对，哟。哎、欸，外口的啊，啊内底已经喊啊大声，唔知影冲入来哦。蔡有点，你应该知影，就算讲是人济，我嘛无咧惊哦。哇，唔惊上好啦，安尼你就让这人哦，用行入来，用光出去啊。哈，来，别跑，来，我咧跑，我咧跑，有在那里讲啊嘛，煞跑啦。要清楚嘛，等我公妈若是请好了后，搁我看到恁哦，我就对恁不客气。有点，有点，有点，有点。等你都骗人家做啥？不记得。弟妹，阿兄，家更小。给我了。而且老段跟彩萱这帮人在倒位，彩萱都不愿意对阮过来，所以因即马暂时住伫一间旅社。啊，人有好势好势无？关刘备，因经疏动了嘛不好，也毋过身体还阁会使。罪过，真正是罪过。叫阮啦，你用带阮去看无？秀英，啊，你甲安平三换好咧，到阵来。好。
先，我告诉你两个，你莫坐伫遐，安尼挂掉呢，你听无？我安尼啦，你挂小嘴啊，好，来，来啦。管定宇弄来。阿公。静宇，今麦静阿哥彩萱，你的情绪有较稳定无？阿姐是拢无问题啦，让个彩萱。老师啊，你莫惊，我是阿英。莫坐头卡，头卡小冷，来，咱坐椅啊。你别怕哦，老大，我实在是足见笑足歹势，我你可唔正惊？啊，对你哪呢？我都唔知道要讲伊安怎。我知影讲，我即马就算我跪咧，甲你磕头，甲你回死咧，嘛无法度弥补你。我彩萱，彩萱，之前我唔知道你心肝内受这样子的苦，我拢唔知好体谅你。我今次三公受伤上叮当的是你，拢是有得啊！伊把你的一生毁掉去，我实在是。哎，老师、哦。哎呦，那去我看到，就算我无受伤，也会破皮呢，会疼啦。丽丽啊。不要紧啦，刘彩萱啊，看哪讲人是你的大家呢，那嘛是好意在关心你。是的，后生，把我害到病作安尼，把阮爸害到坐轮椅，把阮家的财产拢霸占去，连阮家的公妈嘛害伊杀到嘴高高，我是安怎袂当受气？我是安怎袂当欠物件甲欠？彩萱，你妈安尼好不好？爸跟妈现在已经真艰苦啊，他们讲我相信，伊一定会替你讨回公道的。你莫再为难伊呐呐。你给我拍看卖了，我啥都袂当拍。你搁要替我讨回公道？你是要安怎讨？你把我的家毁掉啊，把我害到这么凄惨，你是要安怎弥补？就算讲会当弥补。会好嘛，袂完全呐。周秀清，你是安怎无代无志，要甲蔡有德高高的？你是安怎唔肯甲安平照顾好就好，害阮老家爱甲蔡甲抢子孙？是你，甲我害甲落街散体，连我老家的公妈都无法度安宁。你才是上可恶的人，你才是上可恶的人！哎呦，要怪就怪你家己啦！我早就甲你提醒过，叫你莫相信蔡四德。你真正有甲蔡四田壶仔水食了伤济啊啦，迄几人拢冻戆去啊啦！弟弟啊，好啊啦，你看心妈妈真可怜啊呢。彩萱讲了话那无唔对啊，受这么重的伤害，会好嘛未完全。我嘛唔敢笑，想讲求恁的原谅，也不过我一定尽心尽力落去做。我一世人拢无可能原谅你。你别少想啊！我会纠缠你，我纠缠你全家伙的下场，比我老家还凄惨。哦，刘彩萱呐、啊，哪讲着凄惨啊？你讲第二，无人敢讲第一的。妈，已经有够乱啊！你着讲两句啊。我小姐，来，你家姐，你别再生气啊，别再讲哦。我人敢讲的，老大的，我跟你讲，只要是恁老家的物件，我一定想办法提回来还你。
但是你要有耐心落去等，无论安怎，我予恁爸仔囝一个公道。家仔，我袂把老家村内的财产过予幼弟，唔知我若是甲财产公这件代志，伊是毋是会当较尽做的？这个看我买什么礼物，给你跟咱的囡仔。不需要，你们买遐尼多济。现在我的身份地位哦，完全无同款啦。咱的生活，唔那是爱有，搁用上好、上高级的。就连遐内衫、内裤、鞋啊，嘛同款用名牌。安尼才我都表现出啦，咱是上流社会的人啦。是啊，你是上流社会的人啦。现在你去外口，大家拢叫你串档的。啊，不过咱已经离婚啦，我跟你已经无关系了。那也无关系，你是我的太太，我真紧哦，就甲你重新举办婚礼啦。啊，搁有啦，咱捌住内面迄囡仔哦，咱三人拢不是普通人，咱拢是上流社会内面的一份子啊。来，这是我替你办的信用卡，你摕去做利用。啊，搁有啦，我准备要请看护啊，跟营养师啊，我看是看有钱人哦，有钱的孙啊，拢是请这人来照顾身体啊。无需要，我之前咧洗眼片的时阵，嘛无特别照顾。安平即摆嘛是刚刚真健康啊。哎，小姐，安平甲我亲生囡仔是要哪比啦？好啦，不要紧啦，为着我这么有能力，我一定要我的宝囝过上好的生活。来，妈妈，我要这一双。你敢袂感觉你为着这个物件失去遐尼侪亲人？那你敢有价值？当然有价值啦。之前我认真打拼，不过一切就是为着要成功，为着要我身躯边的人过上好的日子。今麦我总算做到够啦。当然啦，要成功哦，是一定要有淡薄仔牺牲嘛。啊，这嘛是不多的代志啊。蔡小弟，你是安怎带人去打陈志辉？陈志辉今麦是安怎？打人话救人，做啥话掠菜咯？是伊甲安建文阿兄先甲我阿。搞拍卡彩点啊无命哦！我即马哦，那是无反击伊哦，啊后边我真正无命。你都明知知影伊咧怀疑讲幽美的事甲你有关系，啊你想要心肝过遐尼粗残，你来帮我好好解解释就好。啊我敢无解释？就连警方哦，伊调查报告嘛，讲幽美是自杀的呢，是陈志伟硬要诬赖我的啦。我即马哦，那是无甲伊套转来哦，我甲你讲啦，你即马是无查某囝，真紧就无后生啦。你不是啊，幼弟啊，幼弟的事情我已经很艰苦了，你不要再说那个话来忤逆我好不好？我哪有忤逆你啊？爸妈，我是你的亲生后生，我说过很多遍了，那陈志辉又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呢，是怎么你要这样为他啦？好啦，别再说，我带他去睡觉。